这是我特别为你甲志明敬的礼服，希望恁母仔会当穿甲体面，参加我特别为恁准备的家宴。千万里送的礼服了后，我甲志明都要踏入去甲以前完全无共款的世界啊！每一个人的笑，拢毋是笑，私底下拢是真款大力。我敢有法度适应？我敢有法度保护志明，袂去受到伤害咧？再讲啦，高当所长会安排这宴会。一定冇遐意思，爱就来跟我接受恁母仔囝，所以你爱甲你的立场徛好在，佮甲高董所长讨一寡财产放伫你家，以后两爿平大，你就免惊食亏啊！你卖误会啊，我接受万里伊的要求，讲住伫遮，迄毋是我要甲就来跟收钱啥物件呢？我是为着要予志明受佫较好的教育。话是你在讲的，啊，周丽君都唔是安尼想啊。嘿，我知啊，我嘛知啊，阮两个人冤冤冤是无法度撇免，我有心理准备啊。我即马干那希望，志明别去受到任何影响、甲伤害就好啊。啊，你若真正安尼想哦，你当初的时候都莫去破坏人的家庭，莫去抢人的红色。啊！你即马阁带志明回来，迄周丽君会甲恁母仔囝当作是一种威胁。伊若袂想空想嘛对付恁母仔囝，迄才奇怪咧。哎，啊，煞煞去啦！啊，非得即马拢已经请别煮食饭啊啦。你着好好甲高董事长做伙。啊，以后高董事长互你有做靠山，你着毋免惊周丽君欺负志明啊。无毋对，拢是我，我一开始我着做毋对啊。所以我不可能再跟他不着下去了，我只想要做一个志明感觉骄傲的妈妈，我不想要再做一个去抢人的红色让人看不起的查某人啊。我用玉华的事情抓到你的冤家，跟你大小声说一些伤害你的气话，甚至说要跟你离婚，我真的是真的很失礼了，希望你们更辛苦了，好。老实讲啊，无一个查某人愿意甲别人讲个红色。伊讲我完全拢无受到伤害，迄是骗人的。我会愿意接受玉华的母仔囝，有法度包容伊，迄是因为我变个失去咱这个家，我更加不想要失去你。